UFO 大战塔利班，比美关公打外星人。他是中国的神，叫我神关公，那一定会中国功夫。三十几年前，外星人侵袭地球，关公显灵在香港大战外星人，估唔到家阵外星人加入了正义联盟。这条不是玩的沟片，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三月在阿富汗阿萨达巴德影到疑似 UFO 轰炸塔利班营地的片段。只 UFO 底部闪几下，营地就炸到开花，期间完全没有发炮声。神盾局战机好像是美国 B2 隐形战机，是电脑特技咯。有网民就俾咗条原片 link， 话系由呢条片整出嚟。真嘅话，塔利班就应该最开心啦，起码唔使对付多个敌人啊嘛。